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国度祷告聚会。一开始，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何等的爱，我只能忘记》。这前几周我们有唱过一次。何等的爱，我怎样忘记？何等的情，我怎能描绘？主宰这日复一日几分钟，你是我珍藏过上的啊，你的无数佳美佳种。我何患的能与你同行？我不求别的好处，但求与你更亲密共处。我求你意外的思念，我迁就。意外的爱恋，以你为一切中心，愿你承我一切生命。那个 Wilson，请关一下声音。Wilson，请关一下声音。庄牧师，那个主持人可以关声音的，你可以给他对关对，的。我要请他，我帮把他关掉。我们这边把他关掉，从哪里关掉那个声音？我从这边关。OK，是没关掉，还有他的声音。关掉了吗？好，我们再从第一节再唱一次，因为刚才有点干扰。啊，何等的爱，我怎能忘记？啊，何等的情，我怎能描绘？住在这日复一日精神中，你是我珍藏多少的纪念。啊，你的无数佳美佳种，我何患的能与你同行？一路我不求别的好处，但求与你更亲密同住。祝我求你意外的思念，我迁就你意外的爱恋，愿以你为一切中心，愿你承我一切生命。第二节。在我完全的心中亲近你，这就是那最崇高的道气。愿我成为主理想中佳偶，愿我成为你真正的朋友。啊，时常与你海中交谈，
与你沟通是祥和情感，这是我的需要和渴慕，但更是你的喜乐满足。主，我求你以外的思念，我迁就你以外的爱恋，愿以你为一切中心，愿你成我一切生命。好，我们用1、2分钟来安静一下，默想这首诗歌哈，预备后面进入教导的时间。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晚上的教导主题是从雅各中去看雅各中特别的属灵教训哈，所以我们来学一首新的诗歌哈，这首叫《雅各经历》，哎，这个都是以雅各里面的经文做歌词的哈，总共有2节哈，我先跟我姊妹唱一次第一节，让大家熟悉一下调子哈。你带我进入烟所以爱，为其在我衣裳，那葡萄甘蔗，无我地给我品，我畅快我心。因我四海成冰，因我四海成冰，你的左手在我头下，你的右手将我抱住。好，我们试着来唱，再唱一次第一节哈。你带我进入烟所以爱，为其在我衣裳，那葡萄甘蔗，无我地给我品，我畅快我心。因我四海成冰，因我四海成冰。
你的右手将我抱住。第二节，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爱情比酒更美，你如梦摇在我怀中，犹如凤仙花在园中。我属我的良人，我良人也属我，爱情中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淹没，爱情中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淹没。好的，我们再唱一次第二节。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爱情比酒更美，你如梦摇在我怀中，犹如凤仙花在园中。我属我的良人，我良人也属我，爱情中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淹没，爱情中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淹没。好，我们同声来为今晚上的聚会祷告。比如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的聚集，特别要来思想雅歌啊这一卷圣经中最宝贵的啊一卷书啊，求主圣灵今天晚上啊，通过孩子这虚空的器皿啊，拙口笨舌的器皿，没有能力智慧的器皿，来亲自圣灵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解明这一卷书中间啊，宝贵的真理，宝贵的教训，求主来掌管整个的聚会，运行在讲的、运行在听的弟兄姊妹们心中，啊，使我们靠着圣灵能够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也求主祝福后半段，啊，吕念姊妹要来分享有关 KOG 事工许多重要事工啊的分享和我们一起的祷告，求主祝福后半段的时间，捆绑一些仇敌的搅扰。使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啊参与这样子的教导，参与这样子的祷告的时间，感谢赞美你，求主也让这个 room 能够顺利的运作，让录影录制都能够顺利，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来看雅歌哈，中间特别的属灵教训哈，那么。雅歌这卷书哈，我们是要用这个表记法哈，表记法在英文的意思就是 typical 哈，这种表记法来看啊这一卷书哈。那表记法就是他一方面承认哈，这本书它有它历史的根据哈，有它的确实哈，
发生的事情，就是所罗门王跟苏拉密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跟爱情的生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确认雅各这本书有它特别的属灵的目的跟它属灵的内涵。所以它是借着人间的一种完美的爱情关系，来启示、来引导圣徒进入与基督与神的这个爱的亲密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雅各呢也可以作为这个夫妻的关系的一个借鉴，可以使夫妻间能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爱情，彼此的相悦，彼此的称赞，彼此的契合，再来一个点就我们读雅各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个爱情这个字这个词呢是不断的出现另外呢，我们读雅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雅各跟传道书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传道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质的是虚空的，不能够满足人心，而雅各却告诉我们，唯有基督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那雅各的这个分段我们来看，大概可以分成七段第一段是讲到这个宫廷婚礼的一个回响，这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七节。那第二段就是讲到心腹爱情的一个缅怀，这是从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三章第五节。第三段是讲到结婚良辰的一个追忆，这是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那第四段讲到心腹对良人的一个追寻，这是五章二节到六章三节。第五段讲到王对心腹的爱慕，这是六章四节到七章十三节。然后第六段讲到心腹对母家的一个思念，这是八章一到四节。最后一段呢，讲到良人心腹之间的一个盟誓，这是八章五节到八章十四节所以雅各简单的分段是可以分成这七段那我们现在就一章一章的来详细的看雅各这一卷书。雅各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其实他希伯来文这卷书原来的意思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是所罗门的歌。原来的希伯来文，它的标题就是叫《Song of Solomon》很多其实很多英文的版本他们也是用《Song of Solomon》当做这一卷书的名字。那有的英文版本就用《Song of Songs》The Song of Songs》。那中文就用这个《The Song of Songs》把它翻作雅歌其实应该翻作歌中之歌的所以他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原文的意思就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The Song of Songs，那第二节这边讲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这边就讲到心腹呢。称赞这个他良人的爱情称赞良人的生命的膏油的馨香也称赞他的良人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那第四节他说呢，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所以我们看见呢，当主吸引一个圣徒的时候，很可能呢就有许多的圣徒会一起来快跑跟随主。然后王带我进了内室，这个内室呢，好像一个隐秘处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个隐秘处，那或是可以讲到至圣所，我们与主一起进入一个至圣所。
然后这边他说呢，第四节的后面他说，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upright 啊，就是非常对的，非常啊正确的，这 upright 啊。那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其实假如说我们真的呢被主吸引啊，看见主的荣美的话，尝到主爱情的滋味呢，我们就其实一点都不需要勉强，人勉强或自己勉强去爱主，我们会自自然然的爱主。这是历世历代所有圣徒们的经历啊。然后第五节他说：“我虽然黑哈，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啊。基达的帐篷就是黑的啊，所罗门的幔子是秀美的。他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的就轻看我啊。这讲到这个心腹哈，他经历很多的这个。”啊，试炼啊，日头代表这个试炼，把它晒黑了啊，把他的生命好像啊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柔美哈。他说不要这样就轻看我啊。那后面他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说我看守葡萄园啊，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前面的葡萄园是复数的，后面的这个自己的葡萄园是单数的。等到后面，我们再看见啊，有提到这一方面啊，他自己的葡萄园啊，我们先记住他这里讲到，他说他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就想到很多很多圣徒也是一样，他为了关心神家的事、神国的事，可能忽略了自己啊，自己的葡萄园，自己与主的关系啊，然后这个心，这个。佳偶哈，他就有一个感叹哈，他说，问这个他的良人说：“你我心所爱的哈，第七节，告诉我你在何处使羊歇卧。”然后第八节呢，这个良人就回答他说：“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啊。”所以，我们假如跟从历世历代那些爱主之人的脚中呢，啊，我们也就会进入与主爱的。关系啊，然后第九节哈，这个良人就把他的佳偶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第十节他说：“你的两腮哈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这边发辫呢，就代表他一个天然的美，天然的秀美。然后珠串是代表他的很多的恩赐。但是后面他说呢，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金子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性质，所以这边编上金辫就讲到神要使他有神性情的一个荣美。然后镶上银钉，银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救赎，所以这边讲到要神要使他有救赎的工作在他的生命中，然后。十二节就讲到，佳偶说呢，王正坐席的时候呢，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所以这边看到呢，这个佳偶他的心哈和他的眼目呢，都在主的身上哈，他的一袋没药在他怀中，讲到他的心啊。然后他说，良人好像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他的眼目都看见主的自己啊，所以他的心和他的眼目都放在主的身上。然后这边十五节呢，这个良人就称赞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啊。”在圣经里面讲到鸽子眼就讲到那个我们眼目的一个。清纯哈，一个 pure，一个很单纯的眼目啊，所以这讲到呢，这个佳偶把他的眼目专注在哈主的身上啊，专注在主的身上。然后十六节他说呢，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
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啊。这是讲到呢，这个佳偶他一直呢与主有那个同住的经历啊，一直与主有那个同住的经历。然后第二章哈，第二章我们第一节我们看到他说呢，这个佳偶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哈。是谷中的百合花啊，这个玫瑰花跟百合花都是很平常的花哈，所以这个就代表这个佳偶他自己觉得他是很平凡的。但是第二节呢，这个良人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啊。”良人却给这个佳偶很不一样的称赞，说他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啊，所以。在良人的眼中看，这个佳偶是非常的不平凡，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中。那接着佳偶说呢，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尝他的果子的滋味，哈，觉得甘甜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像这个佳偶一样，我们要很喜悦哈。与主同在，哈，好像坐在他的荫下，然后去尝主的这个生命的果子，哈，的滋味何等甘甜。然后第四节他说，他是吧，这个良人带这个佳偶，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妻，在我以上。这个筵宴所啊，原文的意思是 a house of wine，哈，就是一个 a house of wine，哈。就是一个酒屋的意思，所以他前面讲到说，这个佳偶称许这个良人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但他现在好像进入一个爱的酒屋一样，啊，这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所以他进入一个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的一个 the house of wine 哈。然后他说呢：“求你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哈，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就有这段的歌词。啊，他说因他思爱成病哈，思爱成病原文的意思就是 sick with love 啊，sick with love 啊，就是说他好像得了一个爱病一样哈。这个我们知道是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就是他这渴求那个爱哈的那样子的一个光景哈。那我们看到他说啊，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他说一个亲密的一个。动作，他说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啊，第七节呢，他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惊动原文意思就 stir up 哈，stir up 哈。然后这个我所亲爱的就是 the beloved。我查了这个原文哈，它的词性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我所亲爱的是阴性的啊。然后下面他说等他自己情愿，原文是说 until it pleases 啊，until it pleases 这个 it 应该就指的这个他的心了哈，until 直到他的心哈喜悦啊，可以这么讲啊，直到他的心喜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是良人对佳偶讲的哈，因为这是这个我所亲爱的是阴性嘛哈，然后这个 until it pleases 这个 it 也是阴性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良人对佳偶讲的话啊，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呢，主所希望我们啊对他的爱哈是一个自己喜悦的、自己情愿的爱，他不要一个勉强的爱。他也不会去惊动我们啊，也不要人去惊动我们，他要我们是一个自己喜悦去爱主啊。就我前面讲到，其实当我们真正看见主的荣美，尝到主的爱情的美善哈，那我们就会自然的去爱主啊。所以我不需要勉强，也不需要人去勉强我们。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这边哈。讲到呢，这个佳偶他听见良人的声音哈，然后他说他穿山越岭而来，就是代表呢主呢
他克服了许多的这个艰难和阻碍哈，来这个与我们建立这个爱情的关系哈。然后第九节讲到主在这个墙壁后面，从窗户里面观看，然后对这个佳偶一个呼召，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个美人哈，原文的意思就是 “my beautiful one” 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这边就看见了主开始对这个佳偶有一个呼召，希望他起来与他同去。然后后面他说，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啊。这是讲到呢，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试炼过去了，属灵的冬天已经过去了啊。然后后面他说，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啊。这边就讲到呢，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开始彰显了啊，然后属灵的这个春天已经来到了啊，所以主呼召我们要去与他一起同去啊，去为做神的见证啊，去做主的工。然后他十二节也讲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第二次，这个主呢，再一次的呼召这个佳偶起来与他同去。但是，然后十四节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当我们 还没有真正的与主同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间的这个荣美没有显出来啊。但是主已经看见啊，他说：“你的声音柔，你的面貌秀美。我希望能够看见你的面貌，希望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所以主呼召我们与他同去啊。当我们真的与主同去，去做主的工啊，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荣美啊，就会彰显出来，让主可以看见。那十五节他说要给我们请拿福利就是回派葡萄园的小福利，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就我们个人的生命而言我们生命中也是有一些小福利比方说一些不好的习惯、坏习惯一些的这个自我中心一些的自私啊、自恃这些东西就教会而言，教会里面也是有一些小福利，比方说批评论断或者是说不和睦的事这些都会破坏我们自己的葡萄园或是主的葡萄园然后十六节他就说呢，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边我们注意他的次序，他先讲良人属我，所以还是有一点先以自己为先比较有一点自我中心的讲那后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次序就会倒过来所以在他这个时候，他的灵命还不是那么成熟上，他讲先讲良人是属我，比较有一点自我的中心自己为先，然后主呼召他说我的佳偶起来与我同去，但是他没有马上顺服。你看到这个十七节他怎么讲？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这个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就是说太阳下山了这白日过去的意思那他没有马上回应这个主给他的呼召他要这个主等候他结果呢，主就离开了。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啊！这是讲到呢，我们会经历这种属灵的黑夜在这个黑夜中呢，因为我们没有很快顺服主呢，主就会隐藏的主会隐藏的，所以这个属灵的黑夜中呢，主好像隐藏不见了
我们就要开始会有那个寻求、寻找主的经历啊。所以第二节就讲到他游行城中哈，他在各处呢寻找他，寻找这个他的良人啊，却寻不见。然后他遇见巡逻看守的人也，也问他们有没有看见我心所爱的。后来第四节说他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他就拉住他，不容他走，引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这个就讲到呢，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就进入到这个他生命的新的这个隐秘处啊，把主珍藏在他新的隐秘处。所以当他这个有这样的经历之后，主隐藏不见，后来又遇见主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非常的。保爱主，把主珍藏在他心灵的深处。然后后面我们看第五节，又再一次跟这个第二章一样，再一次他说：“耶路撒冷众女子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一句话出现了至少有3次，后面我们还会看见一次所以一再的强调，就是说主所要。佳偶的爱是一个自己情愿的爱。然后第六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所罗门王他的跟苏拉密女之间的一个婚礼那第六节开始到第十节就描写所罗门王他的情形他坐在这个华郊里面，那四围有60个勇士。善于征战的，然后到第11节就讲到说，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这个婚宴，就是 wedding 这个婚礼，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描述这个良人跟佳偶他们成婚了所以你看第四章开始这个第一节到第十章的第一节到这个第五节就是良人对佳偶的一个形容形容这个佳偶的各方面的美丽比方说这个第一节就讲他的眼好像鸽子眼，我们在第一章也看到形容这个佳偶的他的眼好像。鸽子眼第一章的15节然后第六节这个良人就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所以莫药就讲到这个十架死的一个经历，乳香特别在圣经是讲到复活的经历，所以。就是良人要继续有这个十架死的经历跟复活的经历，我们也会需要跟他一起的去继续经历这个十架的死跟复活的经历。然后第七节，这个良人又对佳偶有很多的有称赞他说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第八节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这个心腹前面他都称呼佳偶，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已经成婚了，他就称呼他心腹这心腹原文的意思就是 spouse，所以这边开始，我们后面就看见很多地方就称呼他心腹因为他们已经举行过婚礼。然后这个两人对心腹有一个呼召说，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第八节，然后从亚麻拿顶，从斯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这边就讲到主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就是要与他进入一个属天的境界、属天的地位去从事属灵的征战这边讲到狮子的洞、豹子的山就讲到有一个属天的一个仇敌要经历属天的征战，所以呼召我们进入更高的这种属天的地位。从事属灵的征战，然后第九节你看，他就称呼我妹子，我心腹
这个妹子啊，原文意思是 my sister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称呼自己的配偶，弟兄称呼自己的配偶的时候，我的姊妹嘛，哈，就这个这边讲的 my sister 啊，然后我的心腹 my spouse 啊，他说你夺了我的心，用眼一看，用你项上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啊，这讲到洋人哈是那样子的恋慕这个心腹啊。他的心哈，甚至被这个心腹夺去啊。然后第十节说：“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边前面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佳偶呢称赞良人的爱情比酒更美。现在这里呢换成这个良人称赞这个心腹，他说：“你的爱情何其美。”也称赞他的膏油的香气啊，胜过一切的香品啊，所以这个代表这个心腹的生命的成熟。现在换过来是良人在称赞他的爱情，称赞他生命的膏油的香气啊。然后第十二节他又说呢：“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啊。”这就讲到呢这个。佳偶啊，这个心腹他是单单为了良人，他是关锁的、禁闭的、封闭的、不对外的，就是单单为着良人啊。然后讲到他这个心腹的园内哈，有非常多的这些啊果实哈，还有各种的这个香品啊。然后15节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这都是对这个。心腹的形容哈，然后16节这边这个心腹就说呢，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啊，愿我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边的两个园哈都是单数的哈，在我的园内哈，进入自己的园里，这个园子都是单数，就讲到进入这个。心腹哈，他自己的生命中哈，那北风我们知道，北风就是比较冷冽的哈，所以这南风是比较温和，所以北风啊哈是代表着有这种冷冽的试炼哈，南风比较温和，代表温和的经历哈，但这两方面都能够使他的生命中的香气哈发出来，然后第五章我们就看见。这个良人对这个心腹说：“哈，他说我进了我的园中，我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吃了哈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然后后面他说我的朋友们请吃哈，我说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哈。这个可能就是指这个所罗门哈，他在这个婚宴中嘛，宴请了许多的朋友，还有许多的亲属啊。”所以他说，请你们也享受这一切的这个婚礼、婚宴中的一切啊，这也是一个代表，就是说，我们跟主的这个亲密关系也能够让啊影响到这个周遭的圣徒们啊，他们也可以一起啊有份于这些的主生命和主爱情的这些的美善啊。好，第二节呢？他说呢，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啊。那这边就看见呢，这个主再一次的来呼召这个他的心腹。他在第二节后面他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求你给我开门啊。看他连续用了四个称呼啊，my sister 啊，然后 my love，my dove，my Perfect one 啊，用四个这样子美的称呼来呼召这个心腹啊。他说呢，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就代表这个良人哈。我说我们的主呢，他在一些的这个十字架的试炼中啊，呼召我们与他一起去经历这些十字架哈。但是呢，这个心腹呢，又像以前一样，他又迟延顺服。你看他这边第三节，他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
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就他迟缓的顺服，所以这因为这个迟缓的顺服呢，这个良人就转身离开了啊。转身离开以后呢，这个他起来开门的时候，良人已经走了。那因此呢，这个行为又再一次啊，去经历那寻找主的过程啊。但是他这一次的寻找主啊。的过程啊，就不像前一次那么顺利啊。我们就看见呢，这个新妇，因为她那个时候她躺卧在床上嘛，就代表她在享受这个好像与主爱情关系之后啊，这样子的一个安息啊，她不愿意哈、啊、去背新的十字架啊。但是我们跟随主。总是要再继续往前背更多的十字架，所以他这次的顺服迟缓了，就主就隐藏了，主就离开了。然后他这次起来寻找主的过程啊，他就啊这边讲到第七节，他说城中巡逻看守的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所以这一次就是预表到他这一次起来跟随主哈。寻找主的过程，遭受了很多主内的攻击啊，可能人家就误会他啊，或是批评他啊，攻击他。我们看到很多圣徒们，他们跟随主的经历都有这么一段的一个经历，为了要去背哈，像跟随主背更沉重的十字架，结果会遭遇很多。这个主内肢体的误会啊，甚至攻击啊，这是我们在很多圣徒的经历传记里面都可以看到。然后第八节哈，他就说，你们都遇见我的良人哈，要告诉他我施爱成病啊。他又一次非常的这个啊，渴求主的爱啊，因为主离开了，他渴求主的爱。然后这个忧伤的女子就问他说：“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啊？你就这样嘱咐我们了哈。”那10节开始呢，就是这个心腹对他的良人啊的一切的荣美的一个形容啊。第10节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啊。”这个白就代表主生命的一个圣洁啊，红就代表主生命里面。充满了这个爱哈，这个爱的热情哈，用红字来代表，而且它超乎万人之上。那后面呢，就心腹对这个良人许多的形容啊，一直到16节，他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会经历哈，我们看到主的口极其甘甜，主的全然可爱啊。那后面你看，他第一次称呼，他说：“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他第一次首度的称呼哈，主是他的朋友啊。所以这个遗嘱的这个不但是这个良人心为关系，他们也进入一种朋友的关系啊。这是朋友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这个尊崇啊，强调的一个关系，像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那心腹在这边也称良人是他的朋友。然后第6章我们看见呢，这个心腹啊，这个耶路撒冷女子问这个心腹说：“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这边又让我们看见，像第1章第4节哈，就是说，愿你吸引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哈。所以这个心腹都会影响他的许多的人呢，一起去寻找主啊。然后他就说呢，这心腹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哈，到香花期，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我们这边就看见了。次序倒过来的哈，前面是说良人属我，啊，我也属良人哈，
那这边倒过来，他说：“我属我的良人，啊，就是以良人为中心，以良人为先，这代表他生命进入更成熟的地步。他强调说：‘我属我的良人，我就不属其他的人事物。啊’那就是他以主为先，啊，以主为中心，生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然后第四节啊。”就看到这个良人对佳偶的一个称赞啊，他说：“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啊。”这个秀美就是 comely 哈，comely，然后这个威武就是 awesome 哈，awesome 就是威严或可畏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主对这个佳偶的称许，哈，就是就像主自己一样，主不但是圣经讲到，主不但是神的羔羊，他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而他不但是柔顺的，他也是非常的勇猛的。像这边这个良人对佳偶的称赞，他不但是美丽的，他也是威武的啊，所以两方面都有。然后你看，再一次哈。第五节啊，再一次，他说呢，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啊。前面你就看见他说，良人说，心腹你夺了我的心啊。这一次他再次说，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就看到呢，这主对我们的这个恋慕啊。那然后第五节开始哈，又再一次的。良人称许佳偶哈，这个有一点类似哈，前面的第四章哈，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称赞哈，有好几句都是相同的。然后第八节讲到有60王后、80妃嫔哈，无数的童女哈，但所罗门称赞他的，我的鸽子，我的完全只有这一个，所以这是在。这个所罗门的这些王后妃嫔中间啊，苏拉密女啊，是被他所特别的啊爱恋的啊一位。这讲到这个，他说连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啊。然后第十节他说向外观看如晨光花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啊。这个向外观看原文的意思。Who look down as the dawn？哈，就应该是翻作向下。那向下观看如晨光啊，然后这个美丽如月亮啊，这个美丽是 fair 啊，然后皎洁如日头，皎洁原文的意思是 pure 啊，就是纯净啊，pure 啊，纯净像日头。然后。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哈，所以这类似前面他讲的，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然后威武展开旌旗的军队，这边换作美丽如月亮，哈，皎洁如日头，这个皎洁是 pure 的意思，哈，所以两次这个良人对佳偶的这个称赞，哈，然后11节就讲到心腹说他。他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主，要看葡萄花芽，啊，没有，啊，石榴开花没有。然后不知不觉，他的心将他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13节就有人呼吁说：“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但是我们这边看到苏拉密女怎么回应？他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所以这个就有类似前面第二章，他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他自觉平凡，马哈念跳舞的是很平凡的事情，平凡无奇的事，就代表这个心腹哈，这个佳偶的一个谦卑哈。虽然他这个时候已经贵为王啊的心腹哈，那而且。甚至王称许他呢，他是，这个称许他是超乎一切的这个王后妃嫔，但他自己觉得他
他自己平凡无奇啊，这代表他的一个谦卑，所以这代表一个熟龄生命成熟的一个心腹啊，他的一个谦卑。第七章哈，我们就看见这个王又再一次呢来称赞这个佳偶，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第五节哈，都是王再一次的称呼。这个佳偶啊，虽然有很多地方是称许他的这个形容啊是一样的，类似这个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但是却用不同的方式去形容所以我们可以比较看看，虽然是形容的这个东西是一样，比方说盐啊，它的这个，但是它却用不同的这个形容去形容啊。就王对这个心腹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欣赏，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第六节哈，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以使人欢畅喜乐哈。我们看见呢，在前面哈，比方说第十章、第四章第十节哈，王这个良人就称赞这个心腹说你的爱情哈何其美好，但这个地方第六节他是。不是在称赞爱情，他直接的这个称赞心腹的自己啊，他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啊，使人欢畅喜乐。不但是前面是称赞他的爱情，但这个时候他称赞心腹他自己的本身啊。所以，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哈，又再一次这个心腹又说：“我属我的良人啊，跟前面一样，他也恋慕我啊。”所以，这个我们前面也看见啊，这个良人对心腹的恋慕啊。然后他十一节说：“我的良人啊，来吧，你我往田间去啊，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啊。”这往田间去啊，这个就 field 啊，然后村庄 village 啊，就代表他们远离许多这个。人事物的搅扰哈，他们到这个安静的地方哈，去彼此的更亲密的连接哈。我们看到主自己也是一样，常常就离开众人，到旷野或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天父哈，去与天父亲密的交通。那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榜样。然后13节呢？这个心腹就说：“风起放香哈，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风起哈的意思就 love apple 哈，love apple，所以风起是特别用来代表爱情的一个果子。他说风起放香啊，在我们园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新陈就是 new and old 哈，各样就代表说。”这个他们的爱情啊，好像风起在放香，然后他们的这个爱情有新的也有旧的哈，这些美好的果实存留哈，他说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对他的良人。然后第八章讲到他这个对母家的一个思念，心腹呢，他说呢。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那这个时候呢，心腹也知道他的身份了啊，他是王的心腹啊，是何等尊贵的身份啊，所以谁也不轻看他啊。他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哈，我可以领受教训啊。”也就是说You would instruct me 哈，你可以指教我哈。然后看第三节又再一次提到呢，他的这个与跟王之间哈，是有亲密的动作。他说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然后第四节就是我前面提的，他再一次啊，对这个第三次他说耶路撒冷众民子啊，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主要我们的爱情就是自己情愿的爱情。你看，在雅各里面三次啊，
特别强调这一句话。那第五节啊，他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啊，这次是这个良人哈，对心腹的一个称赞哈。然后后面他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祈祷，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祈祷啊。这个母亲就可以预表到圣灵啊，所以圣灵呢，在我们生命中间祈祷工作啊，使我们的生命啊越来越成熟。好，第六节哈，这边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那这段话到底是谁讲的哈？是良人讲的呢，还是心腹讲的？当我去查这个原文的这个词性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求你将我放在心上”这个“你”哈，你是男性，是男性的啊。那所以呢，这应该是“求你”就这样，这是应该是心腹讲的话。心腹求呢，这个良人呢、啊。把它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然后他说：“爱情如此之坚强啊。”然后记恨就 jealousy 啊，就嫉妒，嫉妒如阴间之残忍啊。所以第七节他说呢：“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刚刚在那首诗歌也有这一句哈，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所以这个心腹哈，他体会到哈，这个他跟两人之间的爱的关系，他用很多话来形容。他说：“爱情如矢之坚强哈，然后嫉妒、嫉恨呢，如阴间之残忍。”所以这个他讲到这个女主之间的爱哈是不可以分享出去的啊，这个是我属我的良人啊，良人也属我，这就是啊专属彼此专属对方啊，是爱是不可以这个分享出去的啊，这是我们要爱主就是专一的爱主啊，然后主也是那样子的。全新的爱我们，这个关系哈、啊，就是有讲到这个记恨如阴间之残所以圣经上也讲到神是一个记血的神，这原文就是神就是嫉妒的神，所以神旧约里面讲到神跟以色列的关系，讲到好像这个啊新郎跟新妇之间的关系，夫妻这样的关系。所以神很多次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背叛神哈，他们离开神，好像这个妻子背叛丈夫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这边他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就是说在各样的这些试炼中，大小的试炼中啊，都不能够消灭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情。然后他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与主的爱情是超越一切的，超越一切属灵的财宝啊。所以，那我们呢？我们这个他呢，就不把这个，他也就是不把他的心啊放在这些。啊，这些属灵的财宝上面啊，所以是，假如这个有人要用这个属灵的财宝啊、恩赐啊这些东西哈、啊，来换取我们的爱情、跟主的爱情哈、啊，那就应该被藐视啊。我们跟主的爱情不是，就是只能够因着主的爱啊，赢得我们对主的爱情。我们叫我们的。
假如是人家用一些属灵的财宝恩赐啊，就夺取我们的爱哈，那我们就是很肤浅啊。我们爱只是因为主的自己啊，主自己的爱才能够获赢得我们的爱情。然后第八节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哈，她的两乳尚未长成哈，所以讲到这个属灵生命还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然后，但是第十节他描述自己呢，他说：“我是强，我的两乳像其上的柔。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啊。”就讲到他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啊，成熟的一个标记。特别他说他在主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生命的成熟，一个特征就是有那个神的那个特别的平安。那主耶稣也讲到，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然后第十一节哈，他就讲到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个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的银子。然后他就这个心腹就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这个葡萄园就是单数的哈。啊，一直讲到他自己的葡萄园，单数的，然后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舍克的归你，200舍克的归看守果子的人，所以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是谁呢？就是所罗门王。那在这边，他心腹来看，他自己看守，他是看守的人，然后他说这个。1000舍克的银子呢，就归给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啊。那200舍克的归给看守的，归给他自己。就前面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他们是这个使我看守葡萄园啊，复数的葡萄园，但我自己的葡萄园，单数的这个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啊。那这边当他生命成熟以后呢，他说呢。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哈，然后所罗门王1000舍克的归你，200舍克的归看守果子的人，他自己好好看守他自己的葡萄园啊，但是他把那个功劳，大部分的功劳都归给主的自己啊，1000舍克的归给主，那200舍克的归给这个看守就是他自己啊，所以他看见呢。大部分的功劳还是归于主的啊，但他自己也要负责看守自己的葡萄园。然后十三节他说：“你这住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啊。”这个你哈，这句话是谁讲的呢？这个你哈是阴性的啊，所以你这住园在园中的啊，就这样，良人对这个佳偶讲说。你这我的佳偶，你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也使我得听见哈。所以这边就是类似第一章，我们讲到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把跟随你哈。所以这住在园中就是复数的园哈。这个同伴呢，就是讲到教会的这些属灵同伴，他们也都要听你的声音哈。就是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啊，类似这样的意思。那第十四节就是这个佳偶哈，被良人一个呼唤啊，我的良人呐、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这个类似，你看在启示录的最后，老约翰也说呢，对主说呢，主是阿门哈，愿主你快来啊。这是讲到佳偶这个切慕。我们对主的一个切莫主的再来这是一个结语哈。所以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哈，就是我们看见哈有几方面哈。第一个点哈，我们看见雅各书中的这个良人和佳偶之间哈，他们就不断的表达哈彼此的这个欣赏跟爱慕啊，而且彼此形容啊对方的美丽和宝贵，而且。彼此不断的称赞对方啊，不断真诚的倾诉所以这个正是我们与主之间应该有的这种爱情的亲密关系啊。
这也可以是夫妻哈亲密关系一个很好的借鉴。那第二点呢，我们若是常常去仔细思想啊，雅各书中的话，那一定能够增长我们跟主之间哈这个亲密的爱情的关系啊。而且雅各呢，第三个点，雅各也启示我们呢，我们与主之间爱的亲密关系哈。乃是我们属灵生命最核心的部分。比方说，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中文是这么讲，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但是这个中文翻的不是很准确，他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原文的意思说是植根立基在爱上，也就是说，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这个信是植根立基在爱上，所以，我们跟主之间有那个亲密的爱的关系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根基，或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从这个爱的亲密关系，我们就产生对主的真正的认识。这个真正认识呢，就会产生真正的信心。那基督因着这样的信心，就会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与主之间爱的亲密关系是最核心的。不是说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我们可以再去看一下，就查一下这个原来的意思可能英文有翻的比较准确，中文没有翻的很准确。然后第四个点我们看见其实人间的这个爱情的关系，不过是我们与主爱情的一个效应人间的这个爱情怎样最满足人的心我们与神的爱情也能够最满足我们的心当然也满足神的心然后第五个点，我前面有提到，雅各里面有三次讲到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在二章七节、三章五节跟八章四节，就讲到主所要的爱乃是人自己情愿的爱神绝不勉强人爱他所以。但是，只要我们真正这看见主的荣美，被主的爱吸引尝到主爱情的美善，我们一定会这样子自然情愿的爱主所以第六个点只要我们多多思想主一切的美善和他如何爱我们呢，我们就不能够不爱他好，那我今天就简单的把雅各做这样的分享那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然后后面我们要来为 KOG 的事工来祷告。我们来唱这首《今日使我们更靠近你》这个我们前几周有唱过一次好，我们连着唱两次今日使我们更靠近你，今日使我们更顺服你，使我们更为不顾自己，使我们为你更加舍己。忘记背后想着标杆直奔。让我们手心手心连心，让我们挺胸昂首阔步，因我们不就将得数。让信心飞扬喜乐四溢。我们已有了得胜的结局，大声地肩并你当前进，大声地指明为国中有，直到神真心也不善能在地。成为万人所赞美的，让我们
今相见，再相见，直到水滴如流入水，充满洋海。让我们今相见，再相见，直到水滴如流入水，充满洋海。稍微降一个音哈，今日使我们更靠近你，今日使我们更顺服你，使我们更为不顾自己，使我们为你更加设计。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奔，让我们熟悉熟悉练习，让我们挺胸昂首阔步，因我们不就将各属。让星星飞扬，喜乐四溢，我们已有了得胜的结局。得胜的军兵力当前进，得胜的子民为国忠勇。直到圣真仙耶路撒冷在地，成为万人所赞美的。让我们心向前，再向前，直到圣地荣耀如水，充满洋海。让我们心向前，再向前，直到神的荣耀如水充满洋海。好，我把时间交给吕内来带领我们为 KOG 的祷告。好，大家平安，晚平安。上好。是，不敢当啊，不是我带，我想我们就是一起祷告。哎，我可以分享画面吗？好，是吗？好，哎，你分享，可以分享。我把这个祷告镜像分享出来。好，大家都看得到吗？可以看到。好。因为我礼拜二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公导事项整理出来，我想呢，执行同工大家都看了，都是愿意交托出来，也感谢主。那所以我们预计有这个12项要祷告的事情，好，那所以我们在今年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啊，我想神在。KOG 的这份侍奉上面带领弟兄姐妹特别是林牧师他来领受异象，并且他的所有的侍奉的方向都是坐在国度以及众教会当中。那我们也感谢神真的是量给 KOG 非常庞大的产业。那这个今天是我在过年后第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祷告事项哈，公祷事项。那因为现在的这个公祷事项呢，等于是说，因为林牧师他的时差的关系，那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电视台的事务也非常繁忙，所以就我来代理哈，那就是也把这些事项可以公告出来，大家一起来祷告。好，那我们可以从。今天是2月2号啊，这个亚洲区的时间，国度代祷的公祷事项里面，我们在每周区，我们每周的事务啊，大概有这五大点啊，那我们就来开始为我们这个林牧师以及同工团队整个
我们的个人以及整个的配搭和做服饰一起来祷告。那首先呢，我们就为林大卫牧师身心灵的健壮、灵性兴盛、刚强啊，特别他需要睡眠充足啊。那因为现在在电视台的这个整个业务上面啊，非常的就感谢神量给我们非常大的产业跟。这个我想侍奉上面的基业都是为了要更多的传福音以及在神国度里面的建造，所以那个一开始的这个模式建造呢，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庞大，然后呢就是几乎所有的系统，然后这个还有模式，然后还有这个团队。那重新都是一直在形成就是神如何感动 DJ 跟李牧师我想他们是非常在就是一直都是做最好的这个判断跟决定。那所以呢，其实那整个带领也我个人也觉得说其实也很不容易其实因为电视台本来就一群这个本来的同事在那里的。好，那所以跟就是说KOG 是我们是比较费力但是就整个国度来说，那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电视台的一个侍奉那对我们来说是从 KOG 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个我们如果说是一个侍奉或事工来讲的话是服事但是就这个整个营运来说那所以其实是还是我们还是要从商业上面去落地落实。那所以他这个也是一个人就当了好几人用所以就是可能工作要16个小时以上好。那所以这个写睡眠充足呢是因为真的他也是很拼啊好，所以那个我们也祷告神好，求主帮助在居住跟生活，那主都亲自来预备特别是跟就是在这个拉斯维加斯好，那这整个地区，然后还有我想这下面我们就逐一来带祷好，那我们就先这个第一点呢，大家就一起来祷告，好，请来那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林内可以先两项一起祷告，免得太多项。两项。这样子吗？就是因为你有12项嘛，那这样的话，叫一项可能时间不够用。好。两项一起祷告。两项好啊，那我就是那还有那个就是第二项就是说，就周平姐妹我想当然 DJ 她真的是非常卓越的一位女性企业家，所以我们整个从2022开始的一些的实业项目都是周平姐这边来的。那感谢主，因为周平姐她在那个就是等于是说文修基金会下面的 Hope Center 这一个光是 Hope Center 在 San Gabriel 市的整个公益的工作呢，全部都是周平姐她一个人她就是等于是说自主来服侍，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个运作啦，公益事业啊，完全她都是自己来担起来的那所以也是非常感谢神在那个市在那个地区非常有城市影响力，非常有好的见证，然后因为公益做很多，那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扩张的时候呢，因为business model 是很多啦，就是说那现在那个林牧师落地就是我们继续就为他们祷告，就是 DJ 周平姐跟林牧师他们的配搭是合一的，是顺畅的，主的旨意畅行在产业领域的治理因为我想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好，那我们就先这个一二点就为他们来祷告。好，请。
也是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好，林谢牧谢我师们赞美我们你，的感身谢心你，灵都主啊，交在你手帮中，助林牧把师帮助他林牧在师末地的时面候，对主这啊，么繁就重从的圣工灵作，来的引导跟真的启是示，有圣求灵主赐帮的能助力在也头上，圣灵来特别护卫帮来助你看们守，也有好的晚DJ 上都有周好明的杰睡眠，跟当牧然后师有足他们够的的初睡步眠，都然后平能安，够身每天心有灵足够的健体壮，力和精神身心来圣做这刚些强，繁重的就这特些的别是工睡作。眠充然后主足啊，我们仰居望住你，生我们活自己，主。都亲啊，自来圣为灵在他当的牧师来预身备，体上特也来别掌管，在啊，所管有制的他，需让要他该休去息的时候这就能个够很休多息。生活上我也面把的他调周整边去姊做完妹这个啊上面的的预配备，搭交所在你以手祷中，告真的是然后求求你神自己有来更多带的领恩周典，边姊妹，赐给施他恩智慧、聪也明、在谋略、能这力和个知周识的明敬畏姐耶和华他的的让他所能有够这来么带有领整企个的业托的福集团，治理的然才后主干啊，才这能些当的中，事工主啊产你也业，兴起主啊主的啊有事工更都好的能模够式在你大家圣来灵彼的此指配教和搭。带领中，哇，好主啊，让完主啊，全不的住的成侍全奉你能跟够林牧师主啊，之间在整的个这每些张配搭，区和你的都能旨够意更主加啊，的是很创精新密，有主的，然后更我加们你祷圣灵告的你的指国教，度啊，降使临这在产些业的里面的治事理，工我们感都谢有你，你自谢己谢耶圣灵在稣，带领谢他谢们耶稣，一起的往前，同心可以携手往前，感谢赞美主，阿门。Amen，是好。那三四项呢，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也想林牧师有分享过，就是这个去年因为12月23号哈，我林爸爸就已经过世，那所以接着就是很紧凑的这个家庭的决定他也决定把林妈妈要接到美国去，那所以就是团队呢也要去安排这个林妈妈的移民美国的事情。那所以现在就是说，除了家人的协助之外呢，好，然后我们这边需要去协助，就是林妈妈她那个东西她已经都打包好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也求主能够为我们来安排好的这个服务好的，而且是价钱就当然是我们走传奇就是也。等于是说，他传奇就慢慢走了哈，也没有关系。然后就是到时候那个船务啊、报关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点对点的那些服务啊，那我想船运哈、船务公司这边啊，我是还是需要再找的哈，我们就求主预备好。那第四点就是说，林牧师他的收入，这个是我想他上次有分享就是说其实有弟兄姐妹来跟他。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有跟他有做这个建议，然后跟他说，他需要收入要达到美国政府的标准，连续5年年收入要达到每年5万美金，足以奉养林妈妈，而且缴税后还能够负担所有生活开销。那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实际所以我们团队也很，大家都。要很努力的去做那所以商业模式开出来，其实都是这个照顾家人都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就感谢主神一定会供应好，我们就为三四项一起来祷告好，请。对啊，是的，我们把林妈天妈父，我接到美们国来来，感求主谢在你，这我些们为这着个林妈事妈业的遇移到民在你美手国的中，事情，求你也我赐们给求林妹主姊都来妹智帮慧，助让她有我智们慧、这聪一明、切的预能备力，我们。我要来现在帮开林妈始妈祷来告做的这时些候，的预我们备，在让这她有所几个月需要的的时这些间的文件，所有来传都能奇够的船顺务利的的安申排、请出报来，关行都要专以顺利的及完成，所有这都要些求的你打在主包在2月中这之些前，的从马祖帮到带这些的远传桃园奇，到美然后国，主啊，这以及所有的林这妈些妈的的这些的海文运件的都手要运续输，的都所求有你流自己程来帮忙，以这些及船这运都个能够我顺们利的现在主要把就要这开些始。的家当做运很到多美的国前置去，的预备主啊，的求时你保候，守这一求切的主过赐程，下也格外保的守厚你妈恩，妈的身在体，林家，然谢后谢她耶的稣这些转身念体的还有一点的后全遗成症，主就你在都林蒙牧你的师恩主典特他别将的每扶一个庇，奉养母不是有亲任何的的跌心倒智意以外及的事他情发对生，妈妈的爱，加求上主你的来恩成典在全，她的身求上，主以真及的使是她有充为足的我你的们吃团的健队康来。体经力的历恩这样典，的一因个此我们感能谢你，够我们也 sustainable 把的林商牧业师模在美式国可为以了使供养当他牧的母师亲，他能然后够按美国收的入规定达需到要美每国年政府有标一准，万连元续的五美年金年的收收入入，达也到许5万美金，对吧？且或者是足你的以职业奉的安养排，林妈妈，而且缴值税得后你还能来够向负前担的所逐有一的生活来开安销。排。
谢谢耶稣，你是供应的主，耶和华以勒是预备的神。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主有这样的供应预备，主啊，我们所有的团队都要这样来仰望你。谢谢耶稣，谢谢主，赞美你，谢谢主。好，第五点哈，我就诶，那是五六一起吗？还是不好意思？只要是不相关，那就一个点就好了。只要相关的就连着。啊，是好，那我第五点就是说，我想我们就是我一直很就是说我个人从我们2019年底哈那时候27团队祷告城墙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也个人在为团队来持续在守望哈，不管不论是个人就同工个人还有我们的就是每一家，我觉得可能那个家庭其实是很重要，那所以我们可能特别也要为着同工团队的成员或是这个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领袖们，就是大家的这个有婚姻的，然后大家的全家家庭成员都要蒙神的保守恩待，身心灵都健壮，灵性心生刚强，那大家都可以站立在神所派定的位分上面，团队合一，领受群体呼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执行神国经济系年的开创跟实践，祝福 Ecclesia。 那所以呢这个神在这个时候这个已经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是也求主要特别保守恩待我们每一位身心灵都健壮，那我们的家人都很平安。好，那请问庄牧还有没有感动想要补充这一点？没有，就照你写的。好，是是是，好，那好，好，我们大家是，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耶稣啊！求主真的是帮助大家啊，在每一位的侍奉的这个岗位上面，我们格外的求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啊，大家的每一位婚姻家庭都来都有神的保守与恩待，都是身心灵健壮的，身体、心灵、灵魂都健壮，灵性，特别是灵性都兴盛刚强，站立在神所派定的位分上面，团队合一，领受群体呼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执行神国经济喜乐的开创与实践，祝福 Ecclesia， 也祝福在众教会以及转列国转基到地级，天父在。赞美你，谢谢你，求主将来兴起在 KOG 的侍奉，不光是主要在个人的成全，也在团队的成全。与其来祷告，主啊，有你的亲自的一个引导，并且为我们所开出的道路，团队行在当中，主啊，就有你亲自的圣灵大大的浇灌。主啊，我们也赞美你供应一切预备的恩典，主啊，使我们都能够蒙你的保守。受主的恩惠所成全的，主我们相信这样子的团队的侍奉，主乃是悦纳，并且能够活出荣耀的见证，要来见证你荣耀的名，好让我们更多的广传福音，将那福音的影响力带到我们每一个的每个人社区领域，在家族当中成为好的见证，主也在我们的城市，主在我们的地区领域，主在职场领域。都成为主荣耀的见证，谢谢耶稣，求主也兴起天居来祝福在 Ecclesia， 在七山职场，主赞美，引导许多的同工们一起的配搭，感谢赞美主， Amen， Amen， 好，好，那再来就是说，拉斯维加斯中央电视台，然后还有原媒体的全线业务发展，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这个5D 哈，5D 的媒体，这是林牧师他整个整合出来的哈，所以就是说5D 媒体节目内容跟媒体的广告业务，那有这是他的 Facebook 的公开的讯息，所以这个5D 我们要做这些东西，所以
真的是蛮多哈，就是所谓的五 D， 就是会有全球电子报，然后呢会有电子周刊，然后呢会有 broadcast 就是就只有声音档，好，就是大家以前是听广播嘛，现在蛮多就是变成是哎，那就一个节目就是一个声音档，好，那大家就是做那个 audio 的有声的节目，好，那有些是做电子书，那个这个是本来就有那个电视台嘛，好，电视台那个硬体都有了，好，那个设备哈都会有很高级的那个设备，那办公室本来那个场地啊那个都很棒，那主要就是整个从电视台的业务整个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最主要那个 Media Meta 这个是 APP 呢，就是要把所有的那个社群的网络啦，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个 FB 啦 YouTube 啦 Twitter 啦 TikTok 哈，然后就是整个就是做一个服务串流，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做这个时候呢是一个蛮全方位的概念，那所以现在那个二月呢就是这个预备期，然后我们三月就要正式的整个全线启动，那所以真的是大家也特别忙碌啊，那我们也感谢Wilson 啊，他也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个赶快要把东西都完成出来哈。那所以也感谢很多的同工弟兄姐妹啊，美洲区的也是，那美洲区有更多的是那个也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或是牧者哈，国度的牧者都愿意进来配搭，我们感谢神。然后再来就是说，电视台的组织架构仍是稳定，成为灵牧跟 DJ 祝福。那个电视台的这个人士呢，也蛮多是就是说就。在大家怎么去这个配搭整个的服饰哦，不我们叫做服饰啦，但是大家就是工作啊，他在电视台的运营上面，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就先来祷告这个人事上面就是整个我们怎么做到那个全球哈，因为如果24小时开播下去呢，这等于就是24小时的就是。上 YouTube 的话，就等于就是说这个不限什么区了。好，那所以就是那个电视节目呢，是在拉斯维加斯有286万的有线电视台的收视，哈，收视人收视户数。那上 YouTube 的话就是全球，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需要。这些这个团队都能够把这些的全球的内容就一起完成。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主来开道路，对于五 D 的媒体节目内容跟媒体的广告业务，这些我五 D 们媒体的就节目内容，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电可视以周拟刊定各方面这在些的二月施底工的计划，整个都的全你来赐运给他筹们，预备你当所需中，要的智慧、能整个力、的聪五明、D 知五识 D 必主要须知道如要何来准有备这个全球这的电些子的节报。目，你所要需要有电子周刊，要有申请 broadcast，各包样的含系统的建制，主要资还源，我们还有这个量电视是台，主要我们还人需才要来有配 Media 搭，不 Meta 是。APP，然主啊，后我们仰主我望们也必须这要些有的这一些的，Finance 的社这群些的网络了，的还有FB Media 的、Meta YouTube 的的、Twitter 的、这 TikTok 些的，整种种的整 YouTube 合式的行的 FB、销，Twitter 真的的是求 TikTok 主赐智 Email 慧，也帮助团啊，队这能够些做很好的繁规复的划。这些主能啊，力，感谢繁你复也复求杂主，的主这啊，些来能量力，给我们求你有一赐些给是更每一多位 podcast 的，DJ 还有这他们个这边有在弟内兄容姐上妹来面以及协在助时段上面，来做赐这给我些，们有各样的节主啊，目求你来有教带领育类我，的节目，有没错，可能我们仰新望闻的，还有其他的对 entertainment 你的，主帮啊，我们助都每求天主帮赐助给为我们神有节目企划的DJ 他们更各有好这的样的资智源以慧及能人力才，主啊，好使我来们做的这广些的告业务也真能够。很顺利的来啊，推是动，你是主，谢谢你这有些许的多挑的战中这些加的添给广我们告人说明才，神以的及话，照在应我们这南些加北加来在进拉斯行维加斯这的这些些的的华人教会教会领啊，袖或者求你是来牧差者，遣各都感处的谢这主些教会这样教子导来带来领主代来替他差们的派负来担的的一起来所有配弟兄搭，姐妹以及来教完会成这领个袖人国度都性的求使神命。
那成为你国度的一个很大的安排，是吧？资就源，是一个无论祝在福，电视台内，在电视台使外得国度还有这神的些福的音人脉透的过这资源个网，电我视们台都求神能够这些更加人的开要展成出为去。牧师跟 DJ 的祝现在福是透过是 YouTube，能整够让个全在我球们的的人侍可以奉看上面见的你，推动，真是正吧？有能商够业把的你的落国度地大大以开及展全出线去，的开面展。对很主啊，大我的们挑大战，国会有内仇以敌及的求拦神阻特关别系，来仰对望吧？着我们是在要很恳求你浇各灌大下洲来，区的配搭，让同工们、弟兄在台姊妹湾们团能队够跟 Wilson 更尽心在竭力的马来西亚来的为这个施这个工配带搭去的祷工作，我们都告。求主神耶稣，我持们仰续望，不断的来主耶稣，我们浇赞灌美在你，团队的当中，祝福我们的身心你灵自都己健壮，把这谢些谢主。负担放在这些弟兄姊妹心中，感谢赞美你，阿门。你们好，那就是我们因为那个节目的制作呢，我们就是就那个地区会主要他们在加州跟内华达州当地的那些华人的教会，那还有跨种族的黑白黑人、白人西班牙语的和各族群的我们其实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明确的来祷告，在光是在南加州、北加州、内华达州那这些的华人教会，那还有这些不同种族、人群、族群的教会国度的串联，透过这个拉斯维加斯中央电视台，成为各区域、各城市的祝福，主的国来降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神，把我请你们祝福求神真的 CTPLV 是在加州在我的们的内华当达中州，来兴起，所有的在这个那华里人的教华人会，教会，这是是吧？能不够单跨种是族的南加和黑北白加的的，系内华各达族州群，的，主，我们相都信，能够你一所起预的备的来人，交付你这是些主国啊，度或者性的是施团工，队，是吧？能职够场参与，领袖、能国够度宣领传，袖、产业领这个是袖、可以团队，CTV 是吧？真的来是为着这会施工从这能个够被就广像。泛的的弟温兄秀姊妹的们意所，象一样，主啊，是吧？是这从个东、从西、从南、接从纳北，所有主啊，所有你要的招人聚士，来，主啊，你都要能预够备一来，起主的啊，我们来祷使告用，真的是黑人的、跨白人的、区西这班组牙语的各族群的，CTVLV 菲能够律成为宾人各的区域这些城国市度的的祝串福，联，要透然后主过啊，拉能斯够维加斯中把央很电多的视这些福台音的成为信各息区传递域、出各去，城市的祝福。来我们正求式主成的为帮各助，教会当机我构们的一做这个些节目内被容使的用的一个计媒划体。制作的把时他们候，很多的然后这消些息、内容很以多及的这资些源都凡放在是上新闻面，类，是吧？来传各扬福样的音，新甚至闻传播或者到是世界各专地，题或者然后求是你自己人物带领专祷访、告，采是吧？访让主以兴及起各你样施工的媒体你的赐给我形们式，足够的主我智慧、们聪真的明、谋是略、能祷力，告主主赐啊，给你我圣经们的知识，有很明主啊，确圣的灵的这运些行的的新道闻路，的圣制灵的作运的行，以及主啊，各得样到的这个发运行。行的大能快大速力，及流程成上就面的超过智我们慧，所求主所啊，我们想也的。感谢你特主别耶有这稣，我些们的带媒领体你，产业你界亲自的保起守来和跨扶助到你这自些己的大兴佬起这的施些工，的主啊，在做加这个州的施这工些思的维的这盾些牌，产业的影资响，源以主及啊，媒体的抵人挡一脉，切仇或敌的成为攻林击，牧师的祝啊，福，我主耶们稣，祷我们告赞求美你，主的保守国，所有的在同这工，个林牧他们师的他身的心所有灵的都擘在你画的当护中，照中间，主你要与保他守他同们，在，主的护国庇来他们，降临，让仇主敌的攻相击信不的能够旨临意，到主你要们来身成上。全来成主就，耶就稣，愿你的来灵同在在护拉庇斯他维们的加斯，主施工，在内华达主啊，州，让一在切的加这州些就仇敌成的为攻他击们的被阻祝挡，福，主我差们遣为你那大能的地的天使教会天来使祷告，啊，主我们来相护信，庇整个教国会度性的施就工，要来阻执挡一行切你仇敌的的旨攻击。意，主主那耶稣，些来为上你级自己的那所个国度性的枪施击工案。征战，我们哦，主耶祷稣，告全民华赞人美你，要成为哦，主耶更稣，多族让群的大祝会一福切的能这些够族聆群听的那隔些的断的伤墙，口让以他及们在那看见些神的枪国击案度之后施工，社会动超荡，越一切的对那族个群社的啊区这的些一的隔些断的的墙，可让他能们能够种一族起的来歧为神视的或国者度是啊这在些的白冲上来突或效者力，是这啊个使枪下支这的些合一的泛滥合所一的造人成的人心的啊不安，赐都下你求神。圣灵的这一些的连来接，使透我们都感过觉更圣灵的多呼召、像圣 Hope 灵的运 Center 行和带领，做这些主公啊，借益着的圣灵把活你动，的以及各支派的啊，更多的族在群激的烈的串时候，联，支派都联主络你组也织，使用哦，DJ 主耶周稣炳来杰一以起的，及高牧能够师他成们为所走联策络划组的织的事墙。情，主耶稣，在我们赞美这你，有个你的城圣灵市成里为耶面和华军队的在那元些帅，地区当来中，亲自的领帅，在那个亲自的来这个为我所们有的征战，community，哦，主啊，使你我们就能够做那美成为好国的度，圣灵来动哦，工在你的领奇帅妙中的间上不断工，的开展，这都是和哦，平不的要工限作。制，主，我哦，们能感够谢你，
谢谢主，拉上绳子，赞美筋骨主，觉知，哇，向谢四谢面主，扩谢谢展。主。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阿门。Amen，是好。那接下来是亚洲区哈，那台湾区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就是秀萍医师孙姐哈，就是她有在这个新年开始以后呢，就有那个在台南哈，就开我过来看始看了，在台南开始执业。那现在我们的那个外泌体事业呢，就是整个的生医这一块呢，就秀平医师在台南有落点之后呢，我们要祷告神哈，那他就能够大大的很好的开展。那台湾团队呢，也要同时来走入医疗宣教的命定，祝福众教会跟成全圣徒。好，那个这部分呢，因为大健康的宣教使命意向哈，那我写在下面。这个是秀平医师这个就是他作为神就是说他是医生嘛，他是很多科的专科医生，他有4个专业的医生执照，然后有好像3个硕士学位哈，很厉害。然后所以那他是主要在大健康医疗，然后再生。医疗的 regenerative 的 medicine，然后所以他呢，在这个再生医学，然后自然医学方面，他是非常专业的。好，那我们也祷告神，好，在这个神所这个启示就是量给修平医师、淑珍姐，他们要去带领了整个大健康的宣教士的团队的预备还有这样的一个医疗宣教的侍奉我们真的是突破旧皮带换新皮带，又会有新的经济模式。那整个呢，就成这个马街的意向这个意向使命就像马街焚而不毁那。这残而不废是他写，因为他是因为有中风嘛，所以他也一直在这个康复，他真的是越来越好，感谢主的恩典。那所以他现在就是可以执业，然后健康也越来越恢复的情况下，那他自己深深体会那个自然医学的重要返老还童、康而且复、福音大使。那他们的台南那个赫米清时尚诊所，那是他的落点的基地，然后他是做这个医学美容的门面，然后他会有抗衰老的门诊，然后他的这个再生医学大健康的医疗宣教，所以我们就来在这方面来开始为秀平医师、淑珍姐，那他们的这个再生医学大健康医疗宣教来祷告，好，请。说是的，我们感哦，天谢父，我们感谢把你，这主位秀求平医你师圣为灵托在你心中，秀平医师把淑那珍颗姐心的量再在生台医南学这一大个健康医疗宣上教诊来所，预备把那所所有有的这些在所有台人南来从事这赫米些医清学时尚见证诊的，所好的的医疗这个啊开健展康的的抗衰老自这然医些学，见还证有的，抗衰老的门把诊，再生主医啊，以学的及大健康的在医疗，大主啊健都康求你的来赐给你的仆这人个有经济各模各式样的当各中。种聪是吧？明的再智生慧医学的知疗识。法，是哇，吧？让他是们我在们各种从知这识个外上、泌体各的种项的目兴上趣、面，祷告是吧？心就灵有的引很导，多好的使你能够神赐给所他们智慧量来给团清楚队的可引以导，站立的，主是啊，吧？让他在这们个意更向使深命的带当领中，天求主神的道，主持啊，赐续给我的们不更断深的的宽来带恕的领医秀治，平医他师、这淑中珍风姐，之后的一他些们的身体的秀后平遗医症，师身使他心能灵够都更健壮，清楚的并以且健主康啊，你以祝及福力量他，主啊，更特深别。来从服神侍，来领受，好，主要主耶有稣，明感确谢的，你，赞主美要你，更明确的好，以主这啊，些的求你意继向续来使命带领，的执行，然主后要主啊，赐还有给圣他，经主当要中能的这够些再生量医给学的他知识，在这这些个的医学中心，诊或者是所这些有医这样院，的一个他们能更够多教你的怎国么度的更连多的接，被或者医是治，更来多配的搭帮主助啊，跟让这弟些兄的姐人妹才，或者是大啊，健让康这些方的面。资源能的这够些的恢复特别是恢这复些他们外的泌身体的体这些恢资复源他们留在的台湾整来落个地，人好，求的主健来带康，领，我们也求主宣告这个站立，Divine Health 是好，你主耶所稣，我赐们感给每谢你，一位赞神美的你，儿女的。那你要我们赐给宣他们告的这个意象，Divine Health 也在是 KOG 的不团离不队离的当开中，展，
赐给我们，主啊，有这样的一个凭据，我们要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全人身心灵健康、收容的平安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求主这样来帮助啊，使台南的克米清时尚诊所啊，现在开啊，现在这个二月中啊，这样的一个启动，主啊，都求神来祝福，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Amen， 好好，那我的部分就我想就是很快的带过好了，就是说因为我的部分会有分担部分林牧师他的每周的业务，然后我们台湾这边有一些事情持续在推动当中，好，然后还有一些行政的资源好都是持续在进行。那其实那我这边呢有一些启示性的商业模式，因为我会零售业事情，然后这个神所带领的这个城市的治理媒体的跟职场的宣教。那因为上次我们年会在菲律宾呢，是就神有做了非常大的。你的声音不见了。哎，真的吗？好，这样可以吗？Hello，这样有吗？我现在听到了。哦，现在听到，哦，不好意思，好，还是我戴耳机呢？哦，这样声音会不会？收讯比较好。好，我们去，这样可以吗？声音听得到吗？这样可以。啊，是是，好，就是去年我们在那个菲律宾年会开完之后，同时神也真的是有很奇妙的神迹啊，就是手机找回来之外呢，就有很奇妙的连结，所以。光是那个 Marco 弟兄这边其实我们其实是那时候就有跟菲律宾的这一些的这个当地的在就是这个公职的领袖都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交流，那所以我们认为是说有那个永续发展。好，整个可以推动在人力的资源跟公益事务上面，好，这是我们可以做，只是说因为现在就是如果林牧师在每周他已经是全部时间就都已经非常忙碌的话，那可能那个菲律宾因为我的母校是在菲律宾哈，所以我3年在菲律宾是有这些的人脉的。那只是说，因为这些全部都要规划。那目前来说呢，我也是会觉得那KOG 的资源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事情。那只不过呢，像这一种就是比较永续发展跟人力资源相关哈，比较公益事务的话呢，就是跟时间银行会比较有关系哈，所以我也是把那个时间银行写在第一这一项，是原因是这样子。好，那反正就是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还有这个其他的就是这个是在地的一个协助了哈，那也是就是其他的服事，然后就是服事。其他的年长的这个牧者、师母、传道长辈，然后就是协助他们的写作哈，这个论文写作。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就为我们来量定，主啊，在所有的这个事物的支持上面，求主都帮助我们在菲律宾的这个永续的发展，还有人力资源的公益事务上面。都求主持续的不断的来带领 KOG 在菲律宾，以及有很多的整合性的事务，以及厘清自己的这个在在地的对教会的牧者的服事，都求主来赐下足够的恩典，我们在这些的人力资源跟公益事务上面，跟职场宣教上面，还有整个 KOG 的这个合作配搭，真的是恳切的求主赐下格外的厚恩，主要恩待全家。谢谢耶稣，感谢主，谢谢主赐智慧，也让玉清知道执行上面的优先次序。谢谢主，相信主必预备，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哦，主耶稣，感谢赞美你，Amen。Amen，好，哦，还这么好，多点，时不好间意可思，能要我祷赶一告，下。是是是，不好意思，我祷告下去也知道，哇，这个写这么多，可能一下也可能祷告不完嘛，会不会？
好，那我们就这个也为因为QG 这边呢，我们是有服侍那个高雄的青年的一个教会。那因为其实去年林牧师都分享过的，好，那因为这个整个的数位内容媒体工作，我们是想要帮助教会怎么样在专业人力跟团队建造上面，好，那 QG 是可以协助。那另外就是我刚刚分享的时间，好，我们必须这个也要借重葛弟兄他的专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就求主你来兴起在埃克利西亚国度治理上面，在这个高雄的青年的教会，在600人的教会，整个的 AI 人工智慧跟数位内容媒体工作的整合，我们要开出这些工作的 pipeline 的时候，我们都求神来预备这些的国度的专业的人力、专业的人才、基督徒的业的主管或者是业者，我们能够一起齐心投入在国度的团队建造，是建立在主啊，我们为着主啊众教会的这个建造上面，主啊，我们都求主亲自来预备。谢谢耶稣，特别也将时间银行葛弟兄交在你的面前。我们求神将葛弟兄的这个时间银行专业这一份，真的是能够更好的来落地、来整合、整全，在许多的转那个这个项目上面及项目端跟这个 KOG 的人力的需求配置上面，我们都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谢谢主。好，好，那下面就我想。就很简短了哈，这个这没关系，就更简短了好了。好，那就好，那就好，那就那个就是说还有那个台北的企业领袖，然后要来跟这个QG 的这个发展来配搭的，好，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前期同工，然后也有很合一的配搭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来帮助这个台北的企业领袖能够同工以祷告顺从圣灵开始来领受如何在上帝的国里面不是为着 QG 乃是为着主的旨意来成全在更多的服务场域里面以及在企业的主啊，这些商业模式，我们都求神赐给我们跟这个企业的领袖同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配置，这样的相同的频率我们可以互相的配搭服侍我们也可以兴起在职场上面很好的模式。谢谢耶稣，我们也求主祝福前期同工，他们的关系是和好的，是和平的，是平安的，都成为彼此的祝福。谢谢耶稣。好，是，然后我们来祷告，就是就是关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东协国家，那这部分是Wilson 要请他就是为他来祷告哈。那神大大来祝福，来供应在 Wilson 全家他的侍奉，然后还有就是需要请Esther 青梅就是现在目前来说，我们需要就是林牧师是要请 Esther 他来服侍巴基斯坦的同工，那我们也为 Esther 来祷告。好，请天父，我们就求主你亲自来预备在Wilson 全家他们的需要上面。主，我们都祷告，主您自己主啊来开道路、开江河，特别也为着Esther 来祷告。主，你为 Esther 主啊所预备的，真的是也会超过他所求所想。玉清真的也是为 Esther 来祷告，主啊，你是为他来开道路的，主啊，你是为他来预备那上好的，主啊，你是为他主啊来成全，主啊，那更大的主啊，他的服务的视野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耶稣，将 Wilson 跟 Esther 全然交托主的手，奉耶稣的名。Esther 交在你手中，求你给他从你来的负担，来配搭这些的事工。耶稣，仰望，感谢。
Amen。好，我看到林牧师已经上线了。然后最后就是电视台业务，然后涵盖全球媒体传播广告业务。然后也我们本来我感谢主庄牧师都一直为全球的和平安定哈，还有世界局势都代祷哈。这个庄牧师全部都遮盖了。然后我们现在就请那个大卫牧师哈，看有没有补充的，或者是他想跟大家讲一下话。谢谢，好。感谢主啊，辛苦弟兄姊妹哈，那个因为我马上就要到另外一边要去上课，那个我因为现在在这个频道上哈，是24小时那边在处理中，可能对，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是你们这边是没有办法直播是不是？那个林牧师，哎，那是个是。威尔森说，那个因为你现在是由你那边在弄，所以他这边弄的时候需要那个验证嘛，所以是不是你还是像以前一样交给他这边弄，要不然我这边就哎没有办呦，法直还播，要验证嘛？哎呀，哎，真的是，哎呀，所以是不是由这他是很这麻边烦。主，由外省主导就不需要这样验证吗？是，不是那个情形哦，可能我跟 Wilson 要讲一下这个，看看怎么样做。对。因为那个是在另外一边的电脑上，我人还要开车出去那边才有办法弄。他不是在我现在旁边，不是我能够控制的。我说你们下了礼解意拜，思？下礼拜可以转过来这样。哎呀，我看看这个怎么处理哈。好，我跟 Wilson 谈一下那个技术问题。现在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技术上面怎么解决？我们没做过，因为现在都还在测试。那我已经跟那个DJ 他姊妹那边讲哈，说希望他们早一点弄出那个公司的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以分开来。那现在可能还有一阵子，他们那边一直没有下文啊。那好，实在是很抱歉。那我不知道没关系，没有。因为这样，因为昨天我们也发生类似的事，但是昨天感谢主啊，那个。技术上居然是可以克服的，因为是两个不同的路口，两个不同的路口，它 YouTube 通通都有连接，都是可以直播的啊。所以，但是现在是一个的话，同一个可能是真的是有一点麻烦的啊。所以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这个怎么做啊。那我会跟Wilson 找时间，然后来看看怎么把这个事情控制住了，或者是至少让你们能够很方便的去处理。好，实在很抱歉啊。好，没关系，好，好的，那好，那就我这也样谢子。谢，谢谢牧师，谢谢玉清姊妹，还有这个哈娜姊妹他们都来了哈。那还有那个师母啊，我非常谢谢你们啊，的刘祷聪告，弟因兄为有来，刘聪弟谁？兄有来，刘啊，聪。刘聪弟兄啊，感谢主啊，那个很好很好。那我是想说哈，就是说跟弟兄姊妹，真的如果没有你们的带导哈，我们的工作事工不会那么快速的往前。其实从我父亲过世开始哈，到现在啊，那个也不过就是一个多月一点。现在2月1号了，这个一月整个的过去，不仅仅平安的度过，更是惊涛骇浪的，在我们这边真的是如此。我也很感恩，就是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很忠心劳苦的服侍，然后也给很多的人这个美国这边的群体啊，但美国这边群体不是都是基督徒啊。不是都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并不是那么简单啊。那我们在他们面前的话，我们都是要，就是我们就是尽量多做啊。那把工作就是扛起来哦，很多的事情都是在那个实际的这个生活范围里面，人家看到我们跟人家是不一样的。人家看到我们是真正的愿意为一个团体付出，而且不求回报的付出。那所以这次经过这么很一个多月那个短短的时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较以后，然后世人就会看到，哎，你们基督徒真是不一样，你们基督徒跟人家
怎么都不同啊？人家都是要什么，我有付出，你就要给我回报，就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几乎每一个，你只要跟他们谈什么，他们就是跟你谈钱，你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关心这个团体能够做出什么事，为了神的国，他们没有这种概念啊。那所以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然后同一件事情，我们哈同一天里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同一天里面的他们好几个人只能做一件事，就差距就非常非常的剧烈哦，非常非常剧烈。所以久而久之啊，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哎呀，还是主内的 KOG 的同工是最可靠的，真的是。所以在昨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本来的要求是2月1号，就是昨天呐，就要正式上线了，什么通都要正式上线。那我大概是唯一一个真的把这个事情啊当做一个好像命令一样把它执行下去的人。但是问题是，这个执行不能只是我一个，那所有的人都要配搭，都要配合起来才能做得到。但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看出那个极大的差距，极大的差距。然后我们一天做的事情，比如说1到100，我们做的大概80-90以上的事情，人家刚才只不过做了10几20而已，差距那么大，那我们做到的，人家也不能说我们什么，但是人家没有做到的话，又拖到了整个的团队，那这样子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必须要承认这件事实在不可能在这个2月1号就完成。哎呀，感谢主啊！那我在昨天，大概前天开始哈，到昨天大概有接近48个小时吧，可能中间还有一点休息哦。那反正总共我知道我连续的36个小时，通通都在工作，非常不容易。然后也在测试，也在做什么。然后那不过现在经过的这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个公司这边的人也承认啊，他们做不到啊。不是我做不到，是他们做不到。所以这样的话，一面又显出我们的能力和忠诚啊，那么另外一面的话，也显出世人跟我们基督徒实在有很大的差距。然后到了最后的话，他们不得不说，干脆把这个全球范围啊，全的工作啊，全然的就跟我们 KOG 的团队完全的连接和合作。哎呀，昨天我们临时开了一个这个跨国的同工会议，那么各地的同工弟兄姊妹都已经拿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可能在3月底以前啊，在3月以前，不是3月底，2月底以前啊，我们就会成立这个在原媒体的台湾股份有限公司，原媒体的马来西亚股权有限公司，原媒体的这个可能巴基斯坦或者是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股份有限公司，这些就会变成这个一个分公司的形式，就在各地展开，而且又能够照顾到我们各地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然后这5大媒体啊，那个 Rene，你把那个五个媒体的那个讯息给大家再放一次，我马上跟大家讲啊。我们现在5:53，我大概不到7分钟要离开哈。那这5个就是 Daily News 的部分啊。昨天我完全拿到以后，我真的很感恩呐。我们有好多好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全然现在都在我们手中。那我现在的话是想哈，那不知道庄牧师庄师母你们有没有这个负担啊？或者是Rene 姊妹你们哈找到合适的人哈，我们希望做一个关于基督徒的 KOG E News，而且呢这个 E News 哈，然后我们用那个 Meta 这个用KOG 的Meta。Verse 的元 KOG 的元宇宙的这个感觉，Meta News 好了啊，KOG Meta News 的方式来去成名它那这个 KOG Meta News 的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就是说我请那个
这个 Wilson 弟兄用七日论啊，那头七天创造论，然后后七天的这个神这个在神的手中是我们的主啊，看千年如一日的这个方式哈、啊，来整合整个的历史的主轴、时间轴，还有空间轴啊，还有凌晨轴啊，这三大块哈、啊，全然的用这个图来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database 哈、啊，那几乎全然我们都可以完全使用，因为我已经跟这个老板哈、啊，他们很尊重我，然后他们认识我也是十几二十年了。所以我跟他们讲说，我说我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做这个做这个比较非盈利的这种模式。也就是说，现在的2021年以前呢、啊，都是 ChatGPT 这个就可以查到资料。2022年以后的资料，他们是全然没有的。那我们刚刚好，哎呀，这些 database 全部都是我们可以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把2021年以后的所有的信息，就是慢慢的借着我们那个图表，很快速的点击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我现在已经跟Wes 弟兄讲了，那我想。能够找一些同工来负责这件事。这件事如果一旦做好，将来是神国度里面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资产，相当大的资产啊。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简体版的叫做这个明日报，繁体版的叫做什么原时报，然后还有周刊。叫做圆周刊啊，这些通都会这个在3月以后全然的做好。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在各地啊，就是以这个业务和这个先入手啊，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讯息给大家，然后做好了以后，那速度会很快的。我们也很清楚哈、啊，速度会很快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月2月份啊，成为我们多了一个月的缓冲期。那但这个月的话，我们至少要做出24个小时的节目，而这个24个小时的节目，通通都必须要用 AI 生成AI 生成。所以说，AI 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历史的什么重大事件啊，我们全然都用 AI 直接生成的这个工作。会非常有趣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会发给这个各地的同工们啊，只要愿意来学习AI 的，我们都教他啊，怎么样把它做起来。每一个人通通都可以上手，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集中起来的这个量哈，我们集中越多越好。因为它是 AI 生成的，所以内容其实是相当棒的啊，其实相当棒的啊。昨天我试做了一个巴菲特的那个介绍，哇，这个我到现在那个内容还是一直在跑啊，都还在走动啊。然后到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人工智慧的媒体，把那个字幕、声音、档案、影像啊结合起来。哎呀，我一想到我们可以成为全球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AI 电视台，我就非常非常高兴。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也做不到啊。所以，而且我也可以发包给全球各地的弟兄姊妹来去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来我们的这个媒体的啊，这个 CTV 啊，Central TV 啊，那就是可以真正的成为全世界的弟兄姊妹的一个福音了、啊。那当然这个部分哈、啊，我们是还是以这个他们盈利事业为核心来去做，但是同一个时间，我们的 KOG 的 Meta News 哈、啊。KOG 的 Meta News 或者是 KOG 的 E News 或者 ETV 啊，那基本上我们也可以同时进行啊。然后还有一个感恩的信号就是 Podcast 的进展也是非常大非常大哦。那有一位夏姊妹
哦，他的先生是白人弟兄啊，我们25年以前就认识。我跟那个有一名运人士叫张啊，一下忘了那个庄牧师啊，那个我们正道有一位名运人士叫很有名的，叫什么名字张国立吗？啊？啊，伯利弟兄他在我在尔反在服侍主的时候。那个这位姊妹哈，就这个家就邀请她到他们家去这个吃饭啊，然后我那时候也被邀请了，所以我那一次是第一次跟那个伯利哈见面，他那时候还是神学生，那我们已经在尔本教会服侍，结果这位姊妹早在25年前就认识我了，早在25年前的时候。但是25年之间，我居然都没有机会再跟他见面。这一次我回到南加州的时候，突然看到他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哎呀，我说这个姊妹我怎么那么熟啊？然后那个 Rebecca 姊妹说，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然后我说好，太好了。哎呀，我就把他的那个这个天赐良缘的那个小册子好好的看了一遍两遍。哎呀，我说这样的生命的经历太合适交通了，那我就跟他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第一个礼拜一，我再回到家我就睡着了，这 我赶不上去。第二个礼拜一我去的时候，哎呀，他好高兴啊，他说，哎呀，林牧师啊，我25年前就见过你啊，你的那个你讲的一篇道，我到现在还记得。哎呀，我都不知道他记忆力那么好。我说我讲什么呢？那他跟我讲了，我就知道那真的是我在讲。哎呀，我真的是很感恩。然后就借着他又认识这个周同培牧师，那么又借着他们，然后现在他又推荐了这个几位都是这个广播界的。昨天晚上有一位，这个广播界的，就是在北京啊，他就是学这个广电的，然后他跟我讲话，就是我们就通了电话，哎，他非常热心，非常开心的能够服侍这件事，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哈，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能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神来的哈，这个是张姊妹啊。张姊妹啊，那一位她祷告啊，广播电视从北京来的字正腔圆，我听起来声音好像那个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结果她跟我讲她几岁，就跟我同年，我说太好了太好了，那这个而且非常非常标准那她说广播电台的部分她愿意协助我们，然后我就请她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念了哦，哎呀真的。很多的事真是意想不到啊！你看现在的话，电视台的部分AI 来制作，那广播电台的部分，那我们又有新闻稿，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已经买下来，是我们自己版权上面可以完全使用。那么一周刊一日这个一 daily 啊，就是这个不是明日报哈，原日报原。都是元，一元两，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元啊，元日报、元时报、元周刊、元电视，元这个电台广播啊，大概都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那个 Media Meta 是他们之前的，凡是跟我们手中有关的，全然的都很顺畅，凡是不是我们主导的。全部都有问题，很奇妙，就是神就是这样子安排，所以我们就真的求告主啊，能够大大的来祝福他们，借着基督徒能够成为啊祝福全地的人。好，我想我得离开了，因为他们在等我了。好，OK。那谢谢庄牧师啊，麻烦你们再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必须先离开，好，感谢主。OK，好。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这个我们就用主祷文来结束好了。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
不叫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们的参与，我们下周见了。OK，拜拜。拜拜，谢谢，谢谢。哎，辛苦了，拜拜。